手肘牵拉运动及肌力训练动作有两种，第一个手肘伸直对侧手，协助将手腕向下压，在可忍痛的范围停留十秒。第二个手肘伸直，手腕向上抬伸，可使用保特瓶或哑铃增加重量，次数一回做15到20下，一天1到3回。板机指牵拉运动有两种，第一种手腕伸直，5根手指头张开，在可忍痛的范围停留5到10秒。第二种手腕伸直，单只手指头伸直，对侧手协助将手指向后伸直，在可忍受的范围停留10秒，次数一回做15到20下，一天1到3回。晚睡到牵拉运动，动作弯曲手指先停留5秒，再弯曲手腕停留5秒，接着伸直手指及手腕，对侧手放手掌处协助牵拉，停留10秒，一回做15到20下，一天1到3回。妈妈手牵拉运动，动作手握拳，并将大拇指握在拳头里，手腕向下移动，在疼痛可忍受的范围停留10秒，一回15到20下，一天1到3回。手部攀虎运动，动作双手抬高并高于心脏，进行手指抓握的动作，它可以帮助血液或组织液的回流，次数一回15到20下，一天1到3回。